走了走了，继续讨好我的外孙们。头，花生，哎，瓜子还在观望。哎呀，天天我就贿赂你们啊，看贿赂到什么时候你们能不哈我。嗯，那个小屁股，你不下来啊？哎，好，你不下来啊，你别吃了。没事，别哈了，吃完再哈啊，吃完再哈。再来一个。你就瞅啊，你在那瞅，来，来一个吧，这么高冷吗？嗯，老爷撸一会儿，嗯，瞅你这生不如死这个表情，哎呀，瞅虎头的大长毛，还行，不那么哈我了。